个啊，好吧，一个成语 perfect 啊，这下我放心了，这个成语是四个字，妈的成语不都是四个字吗？哪个来？你要按照你这个逻辑来，不，那我就得说这四个字都是汉语。nice， 对，你不说点什么都显得你没文化。你要不数一下这四个字的笔画，然后加起来，你说一下，可能会暴露我，然后有人沉默了。这笔画有这么多吗？对，你数完，你让你说一个，我不一定确定，我数学不好。应该吧，应该这么多吧？应该是这么多话。哎，真的在数。这是成语，然后还是四个字的成语，还是中国人，还是汉字，还是汉字，这个就是还是现代文，这不是繁体，不是繁体，小学学过吗？不是繁体，这些字儿小学生会写。这个已经很精确了哈，就是从汉字里面找到成语，成语里面找到四个字成语，就很好猜了哈，已经。哎呀，这。你是八个字的歇后语。这个成语呢，是形容中国人的。中国人，哎呀，我终于跟文化沾边了，我听到了，形容中国人厉害，你们不信？来来来，来小石，里面有横，笔画有横，乖乖。好，这还真得看一下，本来真没有，好像还没有。啊，有几个横的？有推的？那没几个横。那中文来，投票，吴指导。好，开始投票。小石，投票。我想来唱歌，你懂得一下，把这怎么聊了？那就委屈了，他没了。来，先涛涛，柯伟，十一，柯伟，对呀，他的一票，小学，啊对，那小学还是回去的呀？你们没有聊呀？没有了呀？咱们我柯伟，我姐姐，柯伟变成三票，我变成二了呀？你哪是三票了？他一个呀，然后加票呀。那观众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没达到你们心理预期，他会直接加宾把一个人投掉。加重，别先继续。形容中国人，好像里面有横的，看上去还有竖的，还有撇和捺，有横的多了。看看有没有点。必须跟我和凯恩从小在一起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就手，两手溜走，走吗？对，盲人摸象。好，继续猜到美化，这形容应该是形容小时候的这种把你把谁当回事？我老人模样，老人那个刘星，这种懵懵懂懂呀，青涩呀，这种两个人一男一女啊，这种感觉，像小龙王是猥琐的盲人。好，小学里面有这种关系啊？柯南里有很多种关系，柯南里面有很多这种关系。咱俩就可以了，投吧，肯定不是小石。其实我也觉得是小石。怎么柯南里面有什么？柯南里面啊？柯南是？想一想，柯南是哪个男对吧？你看的是柯北吧？没有，他是看的国小。你看的应该是来，柯南，他这。你赶紧选，有时候就是你说，我说的是就是形容这种一男一女的这种懵懵懂懂的呀，然后有很青涩的这种投票啦那种感觉。投票，柯南。好嘞，我开始了。听还没听到过？柯南我从来没回过，小龙王没打过。好，游戏结束了，是吧？你们平民赢了，他是青梅竹马。我是梁，青梅竹马，我们是梁，梁小龙。你们记住，第一轮。总归能撞到。